Pero la mano no te lloso. Νέα Υόρκη, 5 Μαρτίου 1937. Μικρή μου Ελένη, φτάσαμε με την ψυχή στο στόμα στην Αμερική, αφού κινδυνέψαμε στον ωκεανό 1000 φορές. Στο Ellis Island μας περάσαν από κόσκινο. Ψεκασμοί, ταπεινώσεις. Αργά, βασανιστικά, τέλειωσαν όλα στο σκοτάδι. Ξύπνησα σε ένα βρώμικο δωμάτιο που μυρίζει αμετό. Η πρόσκληση για σένα και τα παιδιά δεν περπατάει. Η θεία ούτε να τα ακούσει. Βρήκα να κάνω πιάνο με ένα γέρο Ιταλό δάσκαλο. Να ξεχνάω τον ωκεανό που μας χωρίζει. Ελένη! Τα χαρά, 这里是木头影坛，叫做赏析，我是德里克。我们今天的电影是《哭泣的草原》。 西奥安哲罗波罗斯是希腊最为著名的电影大师，在他的电影之中，独有的惊鸿美学搭配了希腊国宝级音乐家埃宾尼卡雷德勒的音乐，以一种哀伤隽永的笔触描绘了他所深爱着的饱经沧桑的希腊。谱曲中一首首家国民族的命运悲歌。2004年，在永恒与一日摘得金棕榈的6年后，安哲罗波罗斯获得了希腊政府大笔拍摄资金的支持，开启了他声势浩荡的希腊三部曲。 第一部便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哭泣的草原》，而正是有着强大的资金支持，安哲罗普洛斯在这部电影中实现了他大胆的构想，比如电影史上极为少有的人为制造河口决堤、引导洪水淹没村庄，用于实景拍摄。OK， 欢迎在以下平台关注订阅“Movie Talk影坛”，公众号呢有你们想要的惊喜。如果喜欢今天的选片，烦请支持。 电影的刚开始，在河对岸的沙洲上，从远处走来了一群难民。他们来自乌克兰的俄德萨，本身是希腊人的他们，最终因为战乱不得不返回祖先的土地。政府指引他们沿着河岸一直走，走到一片沙洲，那里就是留给他们用于安顿家园的地方。走在前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叫斯派罗，他带着生病的妻子与儿子，以及在路上捡到的。 父母双亡的小女孩伊莲妮，就这样，这一群来自异乡的希腊人就在河口的沙洲上安顿了下来，苦心经营。几年后，被捡来的小女孩伊莲妮逐渐长大，与没有血缘的哥哥艾利克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初尝禁果后，伊莲妮怀了孕，为了避人口舌，母亲戴安带着伊莲妮在附近的城市塞萨洛基尼躲了3个月。后来，她生下来一对双胞胎。 戴安给双胞胎找了一个好人家后，带着产后的伊莲妮回到了村庄。村庄里的人来了又走，有人去了美国，有人去了加拿大，而斯派罗一家却一直坚守在这里。晚上，男人们围聚在斯派罗家里喝酒，艾利克斯不得已只能在伊莲妮的窗外喊着她，向她倾吐思念。转眼又是几年，艾利克斯与伊莲妮都已长大，母亲戴安早已去世。 父亲斯派罗却对伊莲妮动了歪心思，决定把这个没有血缘的女儿娶了做媳妇。婚礼当天，伊莲妮跟着艾利克斯逃走了，全村人炸了锅，大家四处搜寻二人。斯派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余生的信念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二人找回来。逃离的艾利克斯与伊莲妮跟着原本要在婚礼上演出的乐队离开了，他们来到了临近的大城市塞萨洛基尼。 十分乱世啊，乐队的生意也不好，好不容易接了一个婚礼的演出，也泡汤了。负责人尼克斯很沮丧，他把2个小年轻带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一个废弃的剧院。在这里，每家人被分配了一个包间卡座，还有多余的可以供艾利克斯与伊莲妮临时过渡。艾利克斯感谢了尼克斯，而尼克斯得知艾利克斯手风琴拉得特别好，希望他能够入伙自己的乐队。
Alex 预言你出到塞萨洛基尼，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自己当年被送走的双胞胎。他们躲在暗处，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学钢琴。伊莲妮害怕被人看到，当养母察觉的时候，二人偷偷离开了。晚上，斯佩罗突然出现在了费奇的剧院，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自己的子女藏匿在这里。他站在舞台上，声声唤着二人。艾利克斯与伊莲妮不得已，在尼克斯的帮助下匆匆离去。他们来到了乐队中另外一位成员弗罗所居住的小镇，离塞萨洛基尼并不远。尼克斯也经常来这里，因为在这里有一个荒废了的仓库，很多因为战乱而失业的流浪艺人们聚集在这里排练交流。如果有生意的话，大家可以临时组队表演。同样热爱音乐的 Alex 在这里受到了欢迎。小镇的生活很惬意，两个人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但是 Alex 想要给伊莲妮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试图离开这里，他希望能够有机会去美国。后来斯派罗也找到了小镇上，夜间他呼喊着二人的名字。 Alex 与伊莲妮躲在屋子里不敢吱声，斯派罗转悠了一圈后离开了。第二天，尼克斯来到了小镇上，他接到了一个商业的活计，需要组建一个乐队前往其他城市演出。他找到了 Alex， 成功说服他加入了自己的乐队。于是大伙坐着夜车赶到了演出的城市，而当他们抵达之后才发现，原本和他们约好演出的餐厅却早已闭门谢客，一群人只能灰头土脸的回家。尼克斯受到了打击，他在火车上喝得酩酊大醉，搞丢了自己的帽子，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看到了尼克斯的失意， Alex 想要发愤图强，站到更好的舞台上，而不只是在婚礼上演出。就在此时，一个机会掉到了 Alex 的头上。经弗洛索的引荐，另一个乐队的负责人 Marcus 正好缺一个手风琴手，他们即将前往美国演出。 Alex 给 Marcus 当场演奏了一曲自己的原创曲目，打动了 Marcus。 而现在轮到 Alex 做决定是否要跟随 Marcus 前往美国。伊莲妮无法接受 Alex 独自离开前往美国，他深夜穿上当初逃婚的婚纱，带着行李来到码头。他无处可去，或者是他想回到长大的村庄去面对斯派罗。夜深人静，根本没有让他离开的船，码头上的男人们依次相约伊莲妮共舞一曲，直到 Alex 找到了他，把他带回了家。前往美国演出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来他们双胞胎的养父母找到了他们，把双胞胎归还给了 Alex 与伊莲妮。双胞胎起初很抗拒，而 Alex 也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当年是如何少不经事，希望还有机会弥补，恳请他们原谅。最终一家人在漏雨的排练仓库中和解了， Alex 与伊莲妮找回了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时局越发混乱不可控，尼克斯参加了反抗组织，大伙躲避官兵的追捕，不但没有了演出的活计，连舞会也变得不再被允许。尼克斯决定反抗，于是他号召了一众乐手在小镇上的啤酒仓库内举办演出。他对着黑暗中的居民呼喊，我们有音乐，我们有歌声，我们还有啤酒，如果大家想要来的话，让我们在啤酒仓库相见。当天晚上来了很多人，大家有说有笑，有唱有跳，把酒言欢。而现场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斯派罗。他穿过众人，终于找到了他的一双儿女。他邀请伊莲妮跳一支舞，伊莲妮同意了。斯派罗并不想把他们抓回家，他只想找到他们。跳完舞后，斯派罗一个人离开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倒地不起。斯派罗离世了。Alex 与伊莲妮把他的尸体带回了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没有了老父亲的穷追不舍，或许家乡还是一个不错的栖身之所。而当他们回到老家的时候，却发现斯派罗养的羊被村民们屠杀殆尽，吊在了他们家门口的树上。他们不被欢迎，甚至有人朝他们家里投掷石块，着实吓坏了初来乍到的双胞胎兄弟。夜间，伊莲妮突然发现涨水了，原来他们的村庄建在一块河边的沙洲之上，河水决堤淹没了村庄。第二天，一家四口不得不匆匆离开。伊莲妮看着自己长大的家好不容易可以回来，
却不得已再次离开，他万般不舍。好心人载着他们前往高处，他们不被村民接纳，看着原本聚集在这里的难民们最终散去，前往他乡。而 Alex 与伊莲妮不得已再次回到了小镇，局势越来越混乱，法西斯势力在欧洲蔓延，他们逮捕了很多反抗群众、民主意识之类。没过多久，与尼克斯同样参加过活动的 Alex 也被捕了。后来 Alex 被释放，他与伊莲妮来到了海边，隔着海岸上亮晒的白床单，一群乐手隐藏其中，奏起了 Alex 的原创曲目。正当大家难得的能够享受音乐时，一声枪响，大家四散逃离。被击中的正是尼克斯，他倒地不起，看着围过来的 Alex， 对他说了一句：“如今我也要和你们说再见了。”时局越来越混乱，最终 Alex 还是决定与 Max 一起离开希腊，前往美国。等他在美国安顿下来，就着手办理签证，把伊莲妮母子三人接过去。临行前，他拥抱了自己的孩子与爱人，伊莲妮地上尚未织完的毛衣，而最终 Alex 扯着毛衣的红线乘船离去，红线中断， Alex 与伊莲妮至此永别。 Alex 离开了，伊莲妮时常与他保持通信，但是因为伊莲妮曾经与 Alex 以及尼克斯参与过反抗活动，后来他也被捕了，是夜深的时候被带走的，甚至没有给他时间来与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告别就被带走了。1940年，意大利入侵希腊，伊莲妮被释放，他回到了小镇上，发现家园被毁，儿子们不知所踪。 Alex 来信对他说，美国的演出完全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原本憧憬的音乐事业也未见波澜，他参加了美军，寄希望于成为美国公民后接他们母子三人来美国团聚。后来又过去了很多年，意大利人走了，德国人来了，德国人走了，希腊陷入了内战，伊莲妮反反复复被关押、释放、再关押，直到有一天他被释放了。狱长对他说，他的一个儿子在前线有一封给他的信件，要求他前往前线去寻找他的儿子，另外还有一封信件是4年前写的，是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的美军士兵尸体上发现的。伊莲妮痛苦地离开了监狱，这封4年前的信意味着 Alex 早已客死他乡，一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景已然成为泡影，最终他昏倒在了路旁。火车冒着浓烟带着伊莲妮来到了前线，这里刚刚发生了战斗，本来寄希望于能够与儿子团聚的伊莲妮却接到了另外一个噩耗。军官安慰了来到前线的女人们，紧接着对他们说，他们儿子的尸体就在这里，带他们回家吧。女人们奔向孩子们的尸体，而伊莲妮隔着河看到却摸不到自己的孩子，她在岸边嚎啕大哭。昏厥了的伊莲妮被送往了医护站，在这里她被一个同乡的老妇人认出，老妇人救护了她。恍惚中，伊莲妮反复默念着，我没有水，我没有肥皂，我没有纸和笔给我的孩子们写信。而当他醒来后，老夫人告知了伊莲妮另外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另外一个儿子也死于最近的战役。他们来到了之前战斗过的地方，老夫人向他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伊莲妮的双胞胎儿子自母亲被捕后便失散了，后来二人身处内战之中的两个阵营，他们却从未停止寻找母亲。后来兄弟二人在战前相聚，其中一个告知了对方，他辗转得知自己的母亲被关押在监狱之中，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最终兄弟二人相拥在一起，然后挥枪致敬。而伊莲妮另外一个儿子就死在前方废弃的房子之中，伊莲妮不顾一切的狂奔而去，出现在面前的却是他被洪水淹没了的家园。他划着船回到了早已破败的房子，另一个儿子的尸体就在那里。伊莲妮扑上前去，声嘶力竭的痛哭，她再也没有亲人了，没有人可以挂念，没有人可以爱，平静的河水淹没了一切，仿佛他们从未来过，一生流浪直至死亡。点完。
安哲罗普洛斯哭泣的草原这部电影的名字来自于 Alex 临死前给伊莲妮写的最后一封信。梦中的伊莲妮伸出手抚摸着青青绿草，当她举起手时，有露珠滴下，滴在草地上，像眼泪。电影中的伊莲妮一直在哭泣，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直到电影的最后在她的哭声中结束。安哲罗普洛斯用伊莲妮的眼泪呼应了电影的标题，而他也仿佛汇集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把人的一生中所能经受的最大的苦难全部都丢在了伊莲妮这个女人的身上。幼年丧夫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当我们在电影的结尾终于看到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用尽全力嘶吼的时候，这部电影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极为典型的希腊式悲剧的意味，痛彻心腑却又充满宿命般的，正如同伊莲妮那身逃婚时的白婚纱如影随形地伴随了她的一生，最终她还是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安哲罗普洛斯在这部电影之中悲观到极致，虽然他一如既往的喜好表现悲观，但是呢，在痛苦之余，这部电影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关于苦难的答案。或许人类的苦难只有经历，却从未有答案。他们从河的上游而来，在下游安家，而他们的家园最终也被河水淹没，沉入水底。故乡即是他乡，家园也是墓地，家国与民族，人生与命运，父辈与后人，都如同这条流淌着的大河，在无声无息之中淹没一切。而这片被称之为故乡的沙洲之上，它既不是来处，也不是归处，最终仅承载了一个母亲绝望的哭喊，淹没于浩瀚之中。安哲罗普洛斯特别喜欢借助古希腊神话的叙事外壳，融合了他对于这个国家以及民族精神的理解，全新演绎近现代的故事。哭泣的草原作为安哲罗普洛斯希腊三部曲的第一部，融合了著名的俄狄浦斯王中弑父娶母以及七雄公推拜中的兄弟相残等情节，将古希腊悲剧结构叠加到了希腊近现代历史之上，讲述了一个自上世纪初至五十年代横跨一战二战以及希腊内战时期为背景的悲剧故事。在那些特殊的时期之中，整个民族颠沛流离，历史的荣光不复存在。希腊这个国家先后被意大利以及德国入侵，而赶走了德国人后，希腊却又再次陷入了以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同受英美支持的政府军之间的内战。双胞胎兄弟象征了彼时希腊内战双方的两方阵营，而伊莲妮这个饱经摧残的女性就像希腊这个国家一般，尝试包容却不得已伏在他们的身旁失声痛哭。同样在哭泣的草原之中，安哲罗普洛斯再次回到了他关于父辈寻找以及回归的电影主题。早在多年前的雾中风景中呢，我们就曾提起过安哲罗普洛斯幼年时同母亲去死人堆里找父亲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后期创作。在他的电影之中，父亲的形象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隐喻。电影中斯派罗以及 Alex 呼应了神话故事中俄狄浦斯王最终的自我放逐，父亲形象的缺失影射了整个民族的颠沛流离，而他们在寻找新的家园的同时却也渴望回归。伊莲妮抚摸着儿时睡过的床，死去的儿子最终回到了残破的家。电影的开始，难民们远离家乡，来到了这片本属于他们却十分陌生的故土。电影的结尾，没有了依靠的伊莲妮却又能去往哪里？他们从未有过一个真正可以称之为家园的地方，洪水退去，大河尽头又将是一片草原，来过的人早已离去，将来的人尚未到来。这一切正如同希腊这片被文明几番洗礼的土地，在安哲罗普洛斯如时光般流动的长镜头之下，现实、历史、国家相互交织，讲述了一则支离破碎的家族传奇，吟诵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民族史诗。OK， 今天哭泣的草原我们就聊到这里。这里是 Movie Talk 影坛佳作赏析，我是德利克。